我自己好奇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安迪 не по українськи розмовляєте? Ні? Звісно. 啊哈。我周老师。Oh? Я знаю, що ви навчалися. Так, я навчався в Україні. О! Сен сам було. Ей, ні чого не шукав ма? Я в Україні душу, тому що ми є хвилі по-русски говорити. Окей, нет проблем. Окей. І я би дуже хотів вас попросити, можливо, спіти якусь українську пісню або русську. Я знаю, ви пєли на другому шоу. Ой, цвітет калина. Сэр? Ва, дуже фанта, ламе. Пише я не тамся, смутку в поло. Іде не схоже, не мене печаль. Я не заплачу за тобою знов. Прощавай, прощавай, люби, люби. Двічі в одну річку не війдеш, не прохай мене, вибач, зрозумій, я розлюбила. Ломов, ломов. Ө мо? Ө мо 第一次买是07年。只有他的一个人的名字是一直在连着的。啊，这个是宣传单是吧？对。哎，是不是有一次在那个淘宝节的垃圾袋里，我们好像看到过，就是剩一半的蓝色这个。这里面有东西的，这里面有东西。购买请致电。你看这个符号，恐吓我们那个。但是它上面有个电话，我们要不要打这个电话试试啊？你们有电话吗？这不电话吗？哦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就是打这个电话是买不到的。他不是现在暂停销售了吗？他们可能换了老板之后，热线也换了。不哭泣，配方未明，暂停销售。哎，我们赶紧想办法要一下这个工号，好不好？哎，打一下他治疗师的电话呢？哎，也行，愣打啊。问一下他的工号。那个张哥。喂，哎，张姐，张姐，喂，哎，你好啊，哎，这能听到，张姐，哎，你是谁啊？哎，我在那个治疗室。你想啊，此外我什么代志啊？啊？为什么是闽南语？喂啊，你是谁啊？啊，你，哎，啊，我还不知道我是谁呀。哎，你也冲线啊？拱下咪啊，挖气息，挖气。办正事了，办正。哎，他挂了。你看，就说嘛。他为什么说是闽南语？再打一下。你的工号是多少啊？对。喂。喂，你在干什么啦？我刚给你打电话问你工号是什么，你不说了你。啊，你也不是我的老板，我为什么跟你讲啊？哎，他说你又不是老板，我干嘛跟你讲？我是老板女朋友。哎呦喂！就是他，就肯定他就没办法从他这里得知了，就。前台小张有电话。哎哎哎，我们问一下他的同事吧，反正都是一个单位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要问他。好，我就要问他一条道走到黑。我现在苦学闽南语，我现在苦学来得及吗？哎，你等会儿别着急。喂，喂，哎，阿里不恭喜你喽？哎，听得到不？我跟你讲啊，不是闽南语也没必要这么阴阳怪气吧？就是我好多朋友啊，好想知道你的工号。
他真的听得懂吗？你跟我讲了，你也讲好，对我对我对对我们好重要。你讲什么我听不嘞？他听不。你说人？喂，我是老板啦。喂，哎，我不是泡茶了，再见再见。Oh my god！再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给谁打的？陈助理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啊。哎，陈助理吗？是呀，是呀。那个，你告诉我一下，张治疗师的那个工号是多少？我不知呀。你不知？点解你不知啊？不是，你不知道，你怎么干活的？我不知你讲咩嘢啊？哎，这是一个什么工作单位啊？五湖四海。我觉得靠谱的是问客服，是不是？喂，你好，你是妮妮吗？错，我懂。啥？哪里的？我懂。Can you speak English？ 这是温州话吗？就根本听不懂。我听不太懂啊，你慢点说，慢点说，我可能是能听懂。这什么组织啊？一个老乡都找不着。这玩意儿说挺行哦。哦，是不是？玩意儿说挺行，这肯定不是四川的。这有点像就江浙这边的。然后对对，我能要说自己。很像。我听不懂。江浙这边。江浙的，江浙。我好点的，我又不想。OK， 好好，你挂了吧，所以你可以休息吧，休息吧，哎。妮妮打了，陈助理打，那给小宋打。小宋在这儿呢。奇怪，那你开门啊？我开不开？喂。喂，老干。我是老板，你小点声。那我听不到啊。你叫我什么玩意儿？你小点声，我找你有事儿。那我听不到啊。他空耳。这是哪儿的话？张治疗师，他的工号是多少来着？我给你哪个？就是那个张治疗师。我要给你们发工资。他只是羊嘛。我觉得咱不能按客气那法来了，就得吓唬他，吓唬他，吓唬他，直接吓唬他。喂，你干嘛的？哎，那个刘二，那个嘛，那个工号是嘛的？告诉我，赶紧。你是哪个啊？哎，着急死！你管我谁？我有用。湖南的。俺不晓得呀，你干么的工号？哎，拜，我不跟你讲哪里是搞。我先挂你，我不想跟你讲，我先挂你。气死了！哎呀，我天哪！再试试别的同事吧。谁呀？小张。小张啊。谁呀？干啥呀？我是老板娘。干，这行了，因为东北的。这姐咋净扒瞎呢？老板娘说话也不热动静了。老板说。哎，那个什么，那个。你在东北怎么混的呀，哥？你怎么一句话没说上？我还没能说呢。你还没说，人家就撂了。喂。哎，你好，小张，我是你老板。老板，你在这没完没了打电话呀？你还让人干活吗？不是，我意思什么呢？我准备给你们发工资。你倒想干啥能直说不？我直说，我说给你开工资，所以我想知道一下张治疗室他那个什么，他工号是啥？那俺们的工号都上面写着呢。写哪了你？你写的？我都不认得你，为啥告诉你啊？你哪的人？我沈阳的。你沈阳你不早说，我丹东的。俺们的工号都上面写着呢，我沈阳的。我沈阳的。你是哪个？我听不懂。哪里的？我懂。我不知呀。他们是哪个省份的？这就是他们的区号，就是。知道了。张志尧是说闽南语，所以要福建的工号，福建的区号就是他的工号嘛。对。哦，这有是吧？嗯哼。啊，那你哥哥是吗？就肯定在福建那边。哦，对，记得吗？他电脑旁边那个。09幺不湿，幺不湿是厦门。05596。多多。
2598。你确定刚才那是闽南语吗？我听不懂。是闽南，是闽南，是闽南语。哦，哪个？耶，泉州。来吧。哦，有个电脑，是一个监控。肖八妹。八妹。一定要来救我！咱们都是一起的人，对，咱们救我！他被锁在哪儿？什么什么压通道？解压通道吗？